南投县累计确诊人数愈来愈多，政府为着鼓励注意防疫，65岁以上长者注意防疫，除了送500块礼券，阁会当免费摕到两剂快筛试剂。另外，县内之中注射率已经达到50%以上。这两礼拜，校园注射将陆续安排，只是伫中央暂时停止。配拨3000剂疫苗之下，政府表示要正努力控制疫苗使用量，才有法度等到后礼拜。南投县累计确诊得病的人数，已经接近到19000人。县政府表示，在疫情紧张之下，尽量安排民众这个自动来完成着预防性的注射，会使降低着感染、减少重症、住院，或是讲死亡的发生。而且为着鼓励世代人注意防疫，65岁以上的长者，这个55岁以上的原住民注意防疫，发送500块礼券，才会使免费摕到两剂快筛试剂。县长也表示，目前县内儿童的注射率已经超过了50%。大公请卫生所针对着读幼儿园满5岁的囡仔，办理儿童 BNT 预防下注射工作。这两礼拜嘛，赶紧安排校园注射的作业。不过，原本中央同意要予南投县的3000剂儿童预防下临时更改配送的时间，嘛甲南投预防下调度的计划规个来拍乱去。本来安排的这个校园接种是从这个礼拜跟下个礼拜这两个礼拜要来做我们5到11岁的校园接种。那到目前为止，家长也一直在询问，合约院所呢也一直在等待我们的疫苗。那这次这3000剂就是暂时停播之后呢，我们就必须要非常努力的来控制我们的这个疫苗的使用量，才有办法支撑到下个礼拜。政府会先叫呼吁中央，会使考虑着偏向交通的无方便、医疗资源不足这问题，希望会当赶紧来补助着预防下的数量。希望哈中央能够尽速的能够将我们这个3000剂的疫苗能够尽速的来拨补过来给我们南投县哈，让我们在因为在疫苗的接种的部分，常常会有一些是所谓的损耗，还有库存的问题，还有如果我们必须要为了要调度疫苗，这所浪费的一些行政人力哈，这样的情形都会造成我们在防疫接种的疫苗接种上的一些困扰。不过卫生局嘛强调，校园百货儿童 BNT 预防下注射时间一定来执行，请家长会当放心。只是原本要提供予诊所来注射儿童 BNT 预防下，目前正摆来安排。记者林雨欣采报道。